就像每个人的一生拥有自己的人生履历本一样，其实美嘉战鹰从诞生的那一刻起，他的成长经历也被详细记录在册，形成一本本战鹰履历。这些数据对于部队执行飞行任务至关重要，而管理他们的人就是我身后正在忙碌着的航空机务兵。他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，你填本了吗？其实说的就是这项工作。你会经常看到我们的机务兵和飞行员在飞机前有一个交接工作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就是签字确认工作指令卡。这个卡片里的内容包括经过我们检查的性能参数，我们的每一次签名都格外重要。作为战鹰背后的守护者，机务兵们从早到晚扎在外场，他们细致检查的各项数据参数都是最后汇总到履历本的关键信息。这里就是战鹰的履历资料室，存放着歼-20、歼-16、歼-10C 等各型战机的履历本。每架战机呢都有上千本履历，可以说看到这些履历本其实就等同于看到了一架战机。在这里有一句话叫履历千古事，落笔终身责。这项工作考验的就是机务兵极致的细心和极强的责任心。您现在看到这一大摞履历文件呢，就是歼-20飞机的履历本。这只是歼-20飞机上千本履历本中非常小的一部分，今天飞行过后呢，又会有新的内容添加进去。战鹰的履历本就有点类似于人事管理档案，但是又更加的详细。管理这些文件是一项细致枯燥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，而质量控制环节呢，又是连接机务大队内外场工作的枢纽。我们还需要录入到咱们的智能化保障系统中去，一旦智能化系统中的健康指数超出了允许变化范围，我们就能提前判断出战鹰的病征，第一时间把故障隐患消除在地面。空军某试训基地是一支集战试训为一体的部队，同时拥有三代机、四代机等多种机型，这对机务兵快速处理数据信息、准确实施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一旦数据录入错误，就会对其他环节的人员造成误判，影响战机的战绩指标和可靠性下降。如果根据数据制定工作不合理的话，会造成机组人员大拆大卸、重复工作，增加工作量，影响飞机完好率。今天的质量会商会主要是针对此次任务对飞机进行一个遴选。凌晨两点的维修管理室里讨论声热烈，这是机务大队的质量会商现场，他们正在为一项任务遴选参训飞机。各个岗位上的负责人此时要根据战鹰履历本中的数据进行综合研判，判断飞机适合执行的任务种类。这样的工作是我们的常态，可能很多时候对我们机务兵的了解就是简单的检查和维修，但实际上我们在每一个架次的战鹰它飞上天之后能否平安的降落，需要我们在后台做大量的数据研判，并且通过这个研判给出任务规划的合理建议。可以说无论是在外场还是内场，都是我们机务兵的战场。